即将开始，我们出发！出发喽！的小月趴拍拍扇，它的背面是一只小鸡，而且是打棒球的小鸡。今天是 Raina 上班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没错，第一次的小月趴，你有觉得很特别？我觉得很酷哎、欸。气势给他加油起来，加油！二局开始，女孩们就拿着拍拍扇应援。也是要很辛苦哎、欸，因为他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拉走了，手要拉超级的。好迅速就把衣服收回去了，超级快速度。发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是屁股啊，不是啦，好厉害的屁股哦，那熊好可爱哦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看不到熊，这是我们女孩的小巧思。是的，让我们看起来优手捏把。哇，准备中场。天哪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对，知道刚刚陈一多好像在练舞的时候鞋子外掉。但是他身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，他却对他把它跳完了。哇，希望你的鞋子平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今天的中场真的非常有。
就是热血，加油，来支持！
结束了，拿下了平手，没关系，对，没错，都饿了，你知道吗？拿到每一刻都觉得天哪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对，然后都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太可惜，但没关系，今天握手言和，和局，我们下一场下次不让，对，下次不让，继续加油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